你晚上跟妈妈一起吃个饭好吗？好。那好，晚上7点多钟去你爸的会所，咱们不见不散啊。好的妈，拜拜。行，晚上见。嗯，妈妈爱你，拜拜。要不要我帮你拿啊？啊，不用，我要亲自享受物质给我带来的压力。你想想，咱们还有什么没买的吗？好，我看看啊，我鞋有了，包包有了，裙子有了，化妆品，我还想去买点化妆品。在那里。总之，在他成功路上的每一步，都会有我的陪伴。而你呢？你又能帮他什么？你电话响了。哦，以后逛街开静音啊。哦，知道了。哦，我口渴了，咱们去喝点东西吧。这边。好。您好，拨打的号码暂时。亲，我在上场血拼，有事晚上说。职工们刚刚参加完公司大会，大部分对自己的薪资不太满意，所以我决定在下个月给全体员工加薪。嗯，小幅度的加薪确实是趋势所向，可是股东会不会有意见？请进。赵董，购车合同签好了。哎，微微。最近表现不错呀，还有，你那个咖啡煮得越来越好了。戴维，你把合同拿给财务部核实一下，让他们明天打款。好的。等一下。心情不好？没有。工作太累了？没有。赵董，你多虑了，我挺好的。我知道你是个要强的人，但千万别因为工作的事情把自己累坏了。晚上下班之后，我请你吃点东西。请我吃东西？哦，谈工作的事情。那我先出去工作了。从凌霄上班的第一天起，我就开始喜欢他了，而且他自己心里也清楚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他？这么说吧，从现实的角度考虑，凌霄经常跟我提起他的梦想。我想你也知道，他喜欢车，他的梦想就是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改装车店。他现在在我这儿主要是为了学习，而我也会不遗余力地帮他，帮他参加汽车设计大赛，帮他介绍更多的人脉。总之，在他成功路上的每一步，都会有我的陪伴。吃啊！哎，吃啊！赵董，我。今天不是在公司，叫我名字就行。嗯，好，我知道了。说吧，
怎么了？嗯，说出来我帮你解决。没事儿。哦，我自己的一点小事儿，很好解决的。你就别瞒着我了，你的情绪逃不过我的眼睛的。我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你，因为我很在乎你。别闹！我喜欢你。可赵董，振南，你是我上司。谁说上司和下属不可以谈恋爱了？哪条法律明文规定？可是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是凌霄吧？恭喜你，你们能在一起，我很开心。如果他欺负你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帮你教训他。还有，我会继续保留追求你的权利。陈总啊，我今天得用崇拜两个字来说你。哎呀，你看啊，这商场上你也算是叱咤风云的人物，自个儿能把闺女带这么好，亭亭玉立一个女孩子，是吧，美华？哎呀，过奖了，过奖了。哎呀，老陈，你看我那个儿子吧，长得呢，用现在的话说是真帅，那是一表人才。我不是夸我自己儿子啊，但是那个脾气倔的哟，哎呀，一根筋一根筋，我怎么说都没有用，愁死我了。这样也好，这孩子呀，直爽，能坚持。对啊，坚持。永兄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这个社会，执着坚持的年轻人越来越少。你就看我手底下那几个孩子，一有困难就打退堂鼓，这儿干两天，那儿干两天。哎呦，这点倒好，和我们家倩倩一样。哎，怎么说孩子呢？爸，你怎么又这样了？哎，美华，这臭小子怎么还不到？哎呀，他刚才给我发的微信说，那个妈，我公司路特别远，然后呢，什么路上又很堵，可能要晚到一会儿。哎，不行，就再给他打个电话。哎，不急不急不急。要不咱们不等他，咱们先吃吧。现在啊，是公司晚上都加班。等来了，咱们一起吃吧。爸，我一会儿还要见客户呢。是，孩子也饿了。这样吧，咱们就边吃边等他吧。好，来，倩倩，阿姨给你夹菜。不用了，阿姨，来，我自己来。哎呀，不发胖的，多吃点，看你瘦的。来，爸，多吃点。哎呦，你怎么才过来呀？快坐下。就是，这孩子，赶紧坐，赶紧坐。快来来。还愣着，快坐坐坐坐。就是，想都等你呢。来，快坐。这孩子，路上特别堵是吧？哎，陈总，后来给你介绍，这是我儿子。哦，我给你介绍啊，这是陈叔叔，你爸爸的世交，你没见过。这是陈叔叔的女儿陈倩倩，你们认识一下。陈叔叔好。哎，好。你好。这样吧，人总算到齐了啊。啊，今天啊，也算咱们两家人在一块儿吃个家常便饭啊！哎，对，来来来，行了，人都到齐了，咱们就一块儿吃饭吧。来，来来来来，干一个，来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亲姐，来，干，来来来，阿姨，祝你们生意兴隆，谢谢，来。
尝尝这道菜啊。来，你吃这个，这个好吃。吃啊。林叔叔，我敬您和阿姨一杯。哎，好好好，这孩子。林霄，来，你们先吃。哎，干嘛去啊？洗手间。啊，来来来，咱们接着吃啊。阿姨，啊，您吃。哎，谢谢谢谢。来，先走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如果我没发现的话，你是否打算把你的身份一直瞒下去？身份？应届毕业生 ，4S 店销售员，这就是我的身份，明白了吗？如果你早点告诉我的话，上次我带你去我家就不会那么尴尬了。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成你朋友啊？我正是拿你当成我的朋友，才不去谈这些事情。